好，下面看看大师罗素是如何教给老年人怎么样不怕死的。咱们看下一句，下句话说：“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so at least it seemed to me, is to make your interests gradually wider and more impersonal, until bit by bit the walls of ego recede and your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rged in the universal life。”咱们先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就是最佳的克服它的方法。这个 the best way 是整个句子主语了，后面这个 to overcome it 这是个后置定语，修饰这个 way 就是克服它的方法。这个 it 当然指的是 the fear of death 死亡的恐惧了，对。然后呢，两个破折号之间这个斜体字是作者文中来了一个插入语。这个罗素还是特别谦虚，他说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的。这里面用个习语叫 so it seems， 叫看似是这样。前面 at least 至少，后面 to me 是对我来说了，就至少对我来说看似是这样的。就我说的不一定对，您未必同意。咱们以后在写作中这个结构可以借鉴，咱们一会儿会说啊，是什么呢 ？is 这整个主句的这个谓语动词是个系动词了，后面动词不定式做了表语了，这是主系表结构。从 to make 开始一直到句末是动词不定式做一个表语。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表语里面加了动词不定式符号 to 了。咱们还记不记得在第一课咱们讲过，动词不定式做表语的时候，如果前面出现了实义动词 do， 那么后面这个 to 就可以省略，也可以不省。但如果前面没有出现实义动词 do 呢，那后面这个 to 要写出来了。那前面我们看着没有那个 do， 所以后面 to make 的 to 是不能省的啊。咱们讲了是什么呢？使你的兴趣越来越宽广，并且越来越超脱个人情感。Impersonal 就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的，然后呢 ，until 一直到句末，这整个可以看这个时间状语从句，直到什么时候？直到 bit by bit 就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是怎么样呢？一点一点的自我的围墙向两边后退 ，ego 咱们说了，弗洛伊德讲的，本我、自我、超我那个中间那个本我，往两边后退怎么样？并且我们的生命慢慢逐渐融化到了大众的生命之中去。我们的生命跟大家融化到一块了，就是没有我了，我的生命跟大家融化到一起了，这会儿对死亡的恐惧可能就消失了，但是速度特别慢，这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啊。这整个的语法成分的分析，下面咱看看里边一些词法的细节。那首先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overcome 在这克服，在专门指克服某种不良的情绪，表示这个含义我们经常可以换成 conquer， 就是征服，这个也行，经常跟某种不好的感情，你像 overcome 或者 conquer fear 克服恐惧， overcome 或者 conquer shyness 克服羞怯害羞的情绪，这是克服或战胜某种不良情绪。本文中呢，克服怕死这个情绪、那么中间说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的， so at least it seemed to me， 这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首先这个 at least 咱们在第六课体育精神中讲过，有的时候可以换成 at any rate，都可以表示至少，只不过 at any rate 这个搭配意思比较多。 at any rate 既可以表示至少，也可以表示无论如何，大家还记得吗？表示至少的时候跟 at least 是同意思、这个咱们复习一下，在第六课35页的倒数第二行，第六课35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 and seriously believe， 并且还非常正经八本的相信、至少呢在短期内是这样的。At any rate 可以换成 at least， 那相信什么呢？说是跑步、跳高和踢球都是对国民素质的检验似的。这个 at any rate 跟 at least 这个搭配可以替换，叫至少说是怎么怎么样的。那这个再回到文中，至少怎么样？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这个 so it seems 刚刚说了是个习语，大家可以背起来，叫做看似好像是这样的。这个 so it seems 固定搭配，就看似是这样的。咱们看一个例子， This is a dialogue， 这是个对话。第一个人说 So he's not coming with us， 这个 so 这是个语气词，是这么说，那这么说他是不打算跟我们一块来了。第二个说 so it seems， 哎呀看来好像是这样的， so it seems 就看似是这样。本文中呢后面又加个 to me， 就对我来说，对我来说看似是这样的。咱们以后把这个插入语结构背下来，咱们以后在写立论文提出个人观点时，就可以像罗素这么学习了，非常谦虚的加这么一个插入语，叫 So at least it seemed to me，
就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说的可不一定对啊，您老师非非同意用这结构是没问题的。那这个结构呢，最好咱们在出国考试中用，什么托福啊、雅思啊、什么 GRE 啊、SAT 啊、GMAT 考试中，这个外国老师判卷没任何问题，国内四六级考研阅卷老师呢，他未必见过这个结构。这个中国老师的阅卷的水平未必有母语老师高，那所以在国外考试没任何问题的，国内考试咱们斟酌吧，得看运气了，看老师能不能看懂了啊。咱们看一个例子吧。因为李老师呢，同时也教 GRE 的作文课啊。你看，在有一篇 GRE 的艺术的范文中，这个里边出现这么一个段落总结句，段落总结句。就说这个为什么人民的幸福比社会的总体成功重要，整个文章这整个是个结尾段，咱们看看里面就出现这搭配了，引出个人观点啊。但是 in sum 总之 without due respect for personal welfare， 如果要是不尊重个人幸福的话怎么样呢？ Not only would the motivations of a society's citizens be weakened， 不但的一个社会上公民他的这个动力呢会削弱，而且怎么样， but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democracy would be undermined as well， 而且呢这个民主的哲学根基可能也会被削弱被动摇。这个 democracy 是民主， philosophical 是哲学的， underpinnings 本来比如房屋的地基，派生一本基础根基。那么后面说了，因此 notwith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ety's overall success， 尽管呢一个社会的总体成功是特别的重要，咱们用了介词 notwithstanding 后面加个名词短语，但是怎么样呢？The ultimate benchmark of the well-being of any society， 但任何社会是否幸福的终极的标准 benchmark， 大家还记得咱们以前讲过叫标准标杆，在第八课这个贸易标准生词中说过。然后中间加入了一个插入语的叫 so at the same to me， 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的，是什么呢？ It's the general welfare of all its people， 是所有人民的普遍幸福，我们认为人民的幸福比社会的总体成功重要。你看加入插入语的结构，一方面是句式更富于变化，对，句式变化多端，各种结构都用一用，同时呢也使咱们表达的观点的时候呢表示更谦虚一些了，就阅卷老师你的观点未必跟我一样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哎，这个插入语咱们可以借鉴可以模仿。好，再回到句中，这个罗素说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的，是什么呢？ It's to make your interest gradually wider， 是让你的这个兴趣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宽广，这个并且越来越超脱个人情感，这个 gradually 表示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这里相当于 little by little bit by bit 或者 by degrees， 一点一点的逐步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你看在本句中后半句就出现了它的替换，你往后看后半句说 until bit by bit it was of ego recede， 直到逐渐的自我的围墙退却，往两边后退，bit by bit 就是前面这个 gradually， 这明显是个替换了，对吧？好，那么逐渐的让自己的兴趣宽广，其实就拓宽自己的兴趣，咱们也可以直接用及物动词拓宽，可以用 broaden 或 expand 表示使变宽拓宽。 To broaden your interest 或 to expand your interest gradually， 逐渐的拓宽自己的这个兴趣圈。有时这两个词经常跟拓展眼界搭配也是常见的， To broaden或 to expand your horizons， horizon 就地平线了，把地平线四面八方地平线变得宽一些，拓展眼界叫expand 或 broaden one's horizons 也行。本文中就是越来越超脱个人情感，这个越来越宽广，越来越超脱个人的情感啊。其实呢这个怎么超脱个人情感呢，咱们三册第五十九个收藏里面很多句子是都可以用的，当时我们说To meet like-minded people， 去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对吧？我们多交朋友嘛，并且呢 ，don't indulge in solitude， 不要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不要沉溺于这个独处孤独之中。Solitude 就独处嘛，别总一个人待着，并且怎么样呢 ？Don't be egocentric， 不要过分的太自我中心，成天关注自己是不是幸福啊，是不是难受啊？这你越关注自己越痛苦，并且怎么样 ？Make yourself liberal。And sociable， 让自己观点越来越开明一些，并且越来越奔放，越来越外向，性格越来越外向，可能慢慢慢慢的这兴趣越来越宽，超脱个人情感了，这慢慢慢慢的就能达到这个不再过分的关注自己这个境界。罗素还写过一本书叫《幸福之路》，
他也说过，原来呢自己年轻时候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到了中老年之后，兴趣越来越奔放，越来越往外部，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慢慢幸福感反而慢慢增加了。他说这个所有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包括什么焦虑啊，什么自卑啊，等等，都是注意力的箭头指错了方向了，注意力的箭头都指向自己了，每天在关注自己，我是不是开心呢？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啊？我们说一个性格比较奔放的人，这个性格比较这个乐天派的人，他注意的箭头是往外指的，不是关心自己，而是关心自己周围的这个世界，关心自己周围的人，不是关注自己怎么开心，而是看大家是否开心，不是关心自己是否痛苦，是看这世界上是不是有受苦的人，就是我们关心周围的世界，并且对周围的世界一直保持一个好奇心，这个时候心里就慢慢健康了，越来越奔放了，并且罗素说慢慢就不怕死了。为什么呢？后面说了 until bit by bit， 直到一点一点的上文 bit by bit 就是上文中的 gradually 这个词、啊、the walls of ego recede， 自我的围墙向里面后退了，这个 ego 是自我，就类似于我们说的 self 自我、啊、这个 wall 在这是比喻，这个 wall 经常可以做比喻，表示起到障碍作用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就 wall， 你像 tariff wall 叫关税壁垒，使两国贸易呢不能正常的去进行的这个墙叫贸易，这个关税壁垒、啊、再比如说 the years had built a wall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多年来两家人之间已经产生隔阂了，就这个这么多年来可能有手一样在两家人中间筑了一堵墙了，这是 wall， 在这是引起隔阂障碍作用的这个东西，用 wall 这个词、啊、本文就是自我的围墙嘛，限制自己跟其他人融入在一起的这个围墙呢，慢慢逐渐向两边后退了，直到我们的生命逐渐的 increasingly 就慢慢的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融化到了大众的生命之中去，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孤立的了，我们的生命跟周围的世界跟其他的生命融化成一体了，就像河水汇入大海一样，完了完全消失掉了个人的存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再觉得去怕死了。你看这个哲学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生死问题，人的终极恐惧是怕死，宗教要解决的生死问题也是宗教的核心，无论是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得说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生死怎么去解决，因为死亡的恐惧是人的终极恐惧、啊、但是你发现这个地方哲学家谈的跟宗教谈的是完全一样的，他说最后没有我了，我的生命跟大家融化到一块，分不清你和我了，这时候生死就解决了、啊，你看在宗教中往往也是这么说的，对吧？你比如说你看在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说过，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没有你我他什么老头小孩的区别了，都没有了，大家是融化成一个本体了，这是生死就解脱了，对吧？还有你看老子在道德经里说，无所有大患者，威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呢？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忧患那个忧患，怕死怕生病，就是因为有我嘛，有这个皮囊局限住了，我们这个皮囊就像围墙一样，我们局限住了，等我们没有自己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事呢？所有一些忧虑包括死亡恐惧都消失了，都没有了，这英雄所见略同，对吧？你看那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殊途同归了，你看爱因斯坦当时是这么说的，这个句子咱们前面见过，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他说The true value of a human being is determined primarily by the manner and the sense in which he has attained liberation from the self. 他说了，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在什么样的程度和什么样的意义上从自我中解脱了出来。这个 manner 可以表示程度，咱们说过，对吧？这个 sense 表示意义，它都是跟介词 in 搭配的。所以为什么修饰这个它指代前面的 matter 和 sense， 所以前面介词叫 in 嘛，它从自我中获得了解放，就从自我中解脱出来。那整个再翻一遍，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主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中解脱了出来，一个人从自我中解脱的越彻底，这个人越是一个真正对这个世界有价值的人，同时这个人本身也最开心。下面罗素就要做那个著名的比喻了，前面已经做好铺垫了，为什么生命像条河呢？河最后融入大海的时候就消失掉了个人的存在，跟大众的生命都汇到一起了，为什么呢？因为河
它本身是个象，河流入海的时候，这个象没了，河流的形状没有了，但是体没有变化。啊，用可能有一个转变，但体没有变化，体象用嘛。体是什么呢？体就是氢二氧。河水到了海水里以后还是氢二氧，体没有变化，象的没了，象没了，体没变化，我们就不害怕了，对吧？就像有人做这个比喻，道理是同样的，同样一个道理。那他说有一朵小浪花特别怕死，他跟旁边的浪花就说了，说哎呀，我看到了岸边的礁石了，我看到我自己马上就打到礁石上，摔得粉身碎骨了，我就要死了。旁边的浪花都笑他，说你害怕什么劲儿啊？为什么呢？你看到前面那些打碎的浪花，它又回到大海里了，跟我们融化到一块儿了嘛。其实生死是假的嘛。为什么？浪花打碎之后，浪花的像没有了，浪花的形状，这个像没有了，体氢二氧没有变化，我们又回来了，生命是融化在一块儿的嘛。你何必害怕这个假象嘛？中国人有类似的比喻，你看比喻不同，到最后，它道理是一样的。禅宗说千江有水千江月，空中明月当空，有水的地方都出现月亮的倒影了，就好比我们人世间地球上有无数的生灵无数的生命一样。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产生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对吧？有人就觉得你看我是长江中的倒影，我是国王，我是贵族，我是上等人，这个家伙是尿盆中的倒影，他是下等人下三滥，我欺负他，这属于眼光太狭窄了。你欺负他就是欺负你自己啊，你抬头看一看，你们是同一轮明月啊。事实也证明了，那个贵族欺负这个农奴，农奴翻身解放造反了，把贵族杀死了，最后你害自己，你真心的爱其他人，其他也真心的在爱你嘛。这是就是这么个道理嘛。佛教说全他即自，就是道理，你都为他人就是为你自己，就明白这道理了。我们把这个道理明白，自私的人是最傻的，而无私的人其实是最聪明的，他知道一切为别人就是为自己，你害别人就是害你自己，是一样的。这科学也证明了嘛。他说如果你能看到无穷远的地方，眼睛看到的光线一直往前走，最后光线会转圈，最后你看到是自己后脑勺，看到是你自己。你看西门子先生说，每次我在改善电器的时候，想的都是如何让德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生活更方便更快捷，结果每一次帮助别人同时最受益的反而是我自己，对吧？我真心让大家生活方便，大家都买我的东西了，你说你天地加地有加三聚氰胺，最后害人的同时最后还是害你自己啊。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呢，我们可能连生死问题就解脱了，就不用怕死了吗？相没有了，像那个人死掉，好比我们刚才做的比喻，一盆水哇倒掉了，相没有了，月亮倒影消失了，没有了，我们看，哎呀，这个人死了，我们抬头看一看，死是什么劲儿啊？天上的明月不增不减，不生不灭，静静地挂在那里，没有任何变化。所以相没有了，体没有变化嘛。明白这道理，我们就不怕死了。这个可不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对吧？当时科学家都证实了嘛。你像这位爱因斯坦，他当时就说了嘛，说确实生活中东西物质都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场相对集中的地方罢了。所以他说佛说那四大皆空啊，这科技可以证实的，四大地水火风嘛，空不是没有，是没有自性，就这个道理。面前放一个桌子，有没有桌子这个体呢？我们承认有桌子这个像，这个形状有，有桌子用，它可以放东西啊，可以在上面坐去坐人，甚至有这个用，但体桌子没有这个桌子的体的，有没有物质叫桌子？那桌子把它劈成碎片的还应该是桌子，就像那个玉切碎了它还是玉，但是桌子把它无穷分下去的话，最后你看就是小木头块，再分下去分子，然后呢原子质子中子，再分就中微子，最后空了一团能量了，所以最后它没有桌子这个体嘛。这个说科技也证明确实物质不存在，我也不存在。大家看到李老师在这讲课，只不过是屏幕上很多一些像素拼到一块了，我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些二进制的编码，把它换算成声音，到了我们的鼓膜的震动，产生这个含义那个含义，也是大脑制造出来的幻象。生死也是假的，那我们慢慢生死就解脱了，就不怕死了。但是罗素说的很有深度，他说的是，在本文中啊，他说的是 ，bit by bit the walls of ego recede， 一点一点的自我的围墙向两边后退了。
自我的围墙轰然崩塌，这个难度太高了，太难了。他得一点一点的慢慢向两旁后退。为什么呢？明白道理之后，你的习气往往还在。你比如说李彦龙老师，我明白了，哦，生死原来是假象，我不怕死了。说是不怕死，你弄一把菜刀架我脖子上，我还是吓得尿裤，我还是害怕。为什么呢？怕死的习气没有散尽。所以理可顿悟，事乃渐除，就这道理。你可以一下子明白了，事就习气，它得慢慢慢慢慢慢逐渐的断尽。那好比一瓶酒，我把它都倒空了，一滴都没有了，一滴酒都没有了，但打鼻子一闻，浓浓的酒气丝毫没有散尽，这习气还在。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你放在那里不要管它了，不要管它。过个几年之后，连酒的味道都散尽了，这是彻底生死解脱了。所以慢慢一点点来，就是成了菩萨之后，佛说还有41个位次，对吧？正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最后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了，无余涅槃，生死解脱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哲学、宗教跟科学到最后殊途同归，谈的道理都一样？这个说的都一样。好，再回到剧中，我们的生命呢，慢慢融化到了大众的生命之中去。哎，这个融化到一块，合并到一块，这个搭配可以记住，叫做 be merged in。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be merged into， 就融化合并到一块来。有的时候可以把 be merged 换成 be joined in 或 be joined into， 就慢慢融入到一块，合并到一块，融汇到一块来。这个搭配，比如说 the three companies were merged。或者 were joined in 或者 into one， 这三个公司合并到一块了，三个公司兼并到一起了，就是融入了一个整体，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呢，这个 merge 也能用主动被动都行，主动 merge into 也可以把融入到了什么什么之中去，主动结构也行。你比如说 the remote hills gradually merged into the dark sky， 远山渐渐地融入到了漆黑的夜色之中，就是山的轮廓跟黑夜的轮廓越来越模糊，最后融成一片黑暗了，融化到一块去了就好了。好，后面说了融入到什么呢？ In the universal life， 叫大众的生命之中去。注意这个 universal 不要翻译成宇宙的啊，是大众的，这个容易翻译错。我们看看这译文翻译的对不对，66页第五行，咱们看一看，我们看看书66页的第五行，他说我们的生活慢慢的和整个宇宙的生活融合到一块了，这个没有到宇宙这个范畴，这个是书后翻译错了。我们不知道大家的新版的教材是不是翻译过来，是翻译对了，但我的这本教材里面是宇宙的生活不对，是跟大众的生活融合到一块去了。 universal 这个词咱们在三册就讲过，很容易翻译错，3册29课说过 universal 不是宇宙的，就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这个 全球的，没有出地球。尽管名词 universe 是宇宙，但 universal 不是宇宙的，是大众的，是普遍的，是世界性的，没有出地球，这个得注意。这个我们复习一下3册29课里边这个句子，他说 In spite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尽管有民族上的一些差异，但是怎么样呢？ Certain funny situations have a universal appeal， 某些滑稽的场景世界人民都喜欢，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 appeal 是吸引力的，不是宇宙吸引力，外星人看不懂，对不对？世界人们都喜欢，这 universal 很容易翻译错。你看这个书后的译文就翻译错了，这个很容易翻译错啊。但是宇宙的我们以前讲过，宇宙的应该用 cosmic， 大家还记得吗？在我们 youth 青年第五课里面讲过 cosmic， 第五课是不是讲过宇宙的生灵，宇宙人 cosmic being 来自于外星的非地球的这个生物，宇宙生命啊，这个我们在第五课讲过，那融化到了大众的生命之中去了。好，下面是名句著名的比喻，人的生命应该像一条河。这个余秋雨在《双冷长河》这个本书的前言部分也引述过罗素这个著名的比喻，咱们看他怎么说啊。 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boulders and over waterfalls。 这句话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这个破折号之前是句子的主干结构，一个人个体的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了，怎么样呢？应该像一条河一样，这样才对。破折号后面呢
是解释，是为什么应该像一条河，他后面做了解释了。这葡萄号在这边解释。然后呢，黄颜色的这一大堆都是一大堆的非谓语动词，在这儿当原因状语。为什么像条河呢 ？Small at first， 这是非谓语做状语了。Small 前面可以看作省掉了 being， 因为知道在非谓动词和独立主格里边，如果出现 being 这个词 ，being 可以省略。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小，河刚发源的时候，往往是个小溪。那就像孩子刚出生个儿很小一样，跟人就类似了，对吧？人就特别像这个河。然后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 依然是非谓动词，中心词是过去分词 contained 被容纳的意思，对吧？狭窄的被限于两岸之间，又像人一样，刚出生小孩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两边在保护他。河水呢狭窄的限于两岸之间。然后呢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boulders and over waterfalls，并且充满激情地冲过了巨石，越过了瀑布。这个里边还是非谓动词，你看这个 rushing 在这是现在分词，前面省了 being 是分词， contain 过去分词，这是现在分词，并列的几个非谓动词做原因状语。为什么说人的生命像一条河？当然这个冲过巨石越过瀑布，这比喻孩子渐渐长大了，到了青少年时期，青春时期，这个时候呢，勇气是年轻人最好的装饰，对吧？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敢地克服困难。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在生活中的困惑痛苦也最多。但是年轻人勇气冲过巨石越过瀑布，因为在青春时期有很多困难问题障碍，对吧？这是这个比喻像条河。然后中年老年是下一句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把这个句子看完。他说一个人的个体的这个人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吧，应该像一条河。如果这句话到这儿比喻结束了，这是比喻就落俗套了。生命像条河，我们谁都会说，但为什么像一条河？那后面这个解释精彩。前面有比喻，后面有解释，这个为什么像这个东西，这种修辞方法我们叫扩喻，叫 extended simile。 我们知道 simile 本来叫名喻， A 跟 B 很像，有比喻词的是名喻， extend 就被扩展了的名喻叫扩喻。什么意思呢？比喻完了之后做了详细的解释，说为什么像这个东西。咱们看一个例子， Laws are like cobwebs where the small flies are caught and the great break through。 他说法律呢就像蜘蛛网一样， cobweb 是蜘蛛网了，在这里怎么样，小的苍蝇被抓住了，the great 大苍蝇呢一下光撞过去了，逮不住。就是法律如果像蜘蛛网到这结束了，这个大家看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像蜘蛛网呢？他说小苍蝇被抓住了，就普通百姓对他管用，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往往是没法去约束他的，所以大个的苍蝇咣一下把蜘蛛网撞破了就跑过去了。这个比喻就更加精彩了，叫扩喻。你看下面罗素就说了，为什么像一条河呢？他是 small at first， 就是当你还很小的时候，老师说了像 在这个地方省略了 being small at first， 那个 B-E-I-N-G being 被去掉了。在这指的是 when you are a baby or a child， 当你还是个小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时候，那这个刚开始很小嘛，就跟人刚开始很小一样。那么狭窄的被限于两岸之间， contain 是过去分词，被包含被容纳，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指的被仔细的被父母亲保护，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两边保护这个小孩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解释，这个也能讲得通，究竟哪个对那得问罗素了。我们也看一看也能讲得通。他说 one bank is family, the other is society， 当然 the other is society is 被省略了。那么一个案呢是家庭，另外一案呢是社会，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被狭窄的限于两岸之间，小孩子要非常重大的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限于两岸之间，这个解释也有道理，也有道理。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并且充满激情的冲过巨石，越过瀑布，这指的又大一点了。When you are in your youth， 在你的青年时期 ，youth 老师说过就是在十六七、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时期啊。青年时期呢，这里面的 boulder 大圆石头 ，waterfall 就瀑布，就是指我们在青年时期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困难和障碍，因为在青年时期往往他们说痛苦是青春的同义词，青年时期痛苦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啊，学习上的困难的，生活上的挫折呀，这个
刚进入社会的不适应啊，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一些什么痛苦的事情啊，什么一些失恋的苦恼啊，创业的艰辛啊，等等等等。哎，所以有很多这个像巨石瀑布横亘在这个河流的面前。但是年轻人最好的这个品质就是 courage 勇气啊，所以呢，他这个充满激情的冲过巨石，越过瀑布。好，逐渐的，慢慢的，这个人慢慢进入中年，甚至慢慢老年了。咱们看下一句话，下一句话说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in the end,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咱们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这个可以看作是两个大的并列句，中间呢 and 连接，就第二行最后这个 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那第一个句子说 ，gradually 逐渐的 ，the river grows wider， 这河呢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就人在慢慢这个思维眼界越来越宽广，人慢慢越来越成熟，跟这个类似。The banks recede， 两岸慢慢向两旁退去了，就是对我们的个人的限制越来越少了，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了，再不受到他人这个影响了，见解和知识面也越来越宽了，并且呢，这个水流慢慢越来越平静了。这个 water 表示大面积的水了，就是为什么越来平静呢？因为年轻人中年人往往有个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时候呢，也不会因为一点外界的事情也引起内心的大的波澜了，对吧？这个从水流慢慢也越来越平静了，但是这个河呢就越来越深了，静水流深嘛，就中年人往往比年轻人一般来说深度会越来越深，对吧？有一些这个对人生的更深刻的一些看法了。And 引出病例句，并且 in the end 到了最后，哎，老年时期来了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没有任何。Visible 是多义词，在这翻成明显的，这个 break 翻译成突然的变化，突然的变化，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他们这个 they 指什么呢？前面找复数名词呗，就是 waters， 这些水啊，他们就变得融化到了大海之中去，入海了。河流入海的时候，你发现水平面是没有任何波澜、没有挣扎的，跟在河中游一样，非常平静的汇入大海了，没有痛苦。他明白，哎呀，我不去啊，我要死了。他没有痛苦的，并且 and 这个 and 是第二个并列句中内部两个小句子的并列，并且怎么样呢？毫无痛苦的丧失掉了个人的存在。这个 lose 其实就跟前面 become 这个词是并列的，这 and 是连接这两个动词。那毫无痛苦的丧失掉个人存在，河水没有了，就人死了，但是氢二氧没有变化，体没有变化，人死了，我们的灵魂甚至我们的法身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死问题其实就解脱了。再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逐渐的你河水变得越来越宽广了，两岸渐渐向两旁退去了，就我们说了，这其实就是 When you are in your middle age， 当你处在中年时期，中年时期会怎么样呢？ You have more mature personality， 你有更加成熟的个性了，有成熟的个性之后呢，就不会轻易的受到他人的一些影响了，并且怎么样， You have more steady outlook on life，有更加稳定的人生观了，就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河流里面这个有突然的波澜和起伏和漩涡了，对吧？人生观很稳定了，就像静水流深一样，对吧？哎，这个水平面很平静了，并且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You have a happy family， 你有个快乐的家庭， And you've been married and you have kids， 这时候可能结婚了，并且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逐渐并且我们的事业慢慢越来越平稳的发展， And your career goes smoothly， 平稳的发展，事业慢慢发展壮大了，就是河水越来越宽，但是生活越来越平静了，没有青年时期那些冲过巨石越过瀑布都没有了，越来越平静了，最后不可避免的步入老年了。 In the end， 最终，这当然是 When you're in old age， 在老年时期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这些河水就汇入大海了。这个 visible， 注意这是不能翻译成看得见的， visible 是多义词，在这翻译成 obvious， 明显的。这个 visible 表示明显的，是常见意思之一。咱们再看看在另外一课书中还有，咱们看看在23课，就是132页的第二到第三行，132页第二行到第三行，这个是表示 obvious， 表示很明显的啊，不表示 obvious。 咱们看看这个在23课里面，这句话说 Any ship that crosses the Pacific
is accompanied for many days by the smaller albatross, which may keep company with the vessel for an hour without visible or more than occasional movement of wing. 这描述鸟的飞行，巽天风这个飞行啊，任何一个穿越太平洋的这个船，都是一连多天呢被这种小巽天风所陪伴。Be accompanied by 是被什么什么所陪伴，就巽天风在上空陪着这船一块儿在前进。后面说呢 ，which 就指巽天风了，怎么样 ？May keep company with the vessel. Keep company with 就相当于刚才的动词 accompany， 就是陪伴的意思。陪着这个船，这个 vessel 就是前面那个 ship， 这是为了避免重复同一次替换。那陪伴这船怎么样 ？For an hour， 一直就一个小时，而怎么样 ？Without visible or more than occasional movement of wing， 没有明显的 visible 不能反正看得见的啊，没有明显的 or more than occasional， 哎，这 more than 大家还记得吗？More than 李老师说过，如果 more than 修饰形容词，不要翻译成比什么什么多的， more than 翻译成极其、非常、特别。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人自私极了， he's more than selfish， 对吧？就相当于 he's very very selfish， 或者极其 again 偶然的，没有任何明显的或者极其偶然的翅膀的运动，就是巽天风在空中跟着船在漂浮着，因为船有上升气体拖着它在飞。这个 visible 在这儿翻译成 obvious 明显的，本文中呢也是没有任何明显的这个 break 在这儿是名词，表示突然的中断或改变。这个 break 在这儿并不是什么休息啊，什么折掉啊，不是，是表示突然的改变， sudden change， 突然的变化。没有任何明显的突然的改变或变化， lay 就是这个 waters 了，河水就变得融化到了大海之中去，并且毫无痛苦的消失掉了个性个人的存在。就像庄子也说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你生的时候恰恰是上一个生命死的时候，你死的时候下一个生命又出现了，这个相没了又变成另外一个相了，就是他的体没有变化，相变了一下，对吧？这个人死掉之后，如果相信轮回的话，下一期生命开始了，河水的相没了，体还有氢二氧，它的相变成了海洋的相了，所以呢，这个死下一期生命又开始了，这是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对，就像换一件衣裳一样，马上汇入大海了。作者下面说 ，The man who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since the things he cares for will continue。咱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啊 ，The man 是句的主语。后面 who 到这个逗号结束，这中间黄颜色的是定语从句。Who in old age 是插入语，中间插入在老年时期能够这样的看待他的生命的话 ，in this way 用这个方法，就刚才讲河流人的生命像的河这个方式来看待生命。然后呢，这白颜色的是主句的谓语动词，它的主语就是 the man。这个人怎么样呢？将不会因为死亡的恐惧而痛苦了 ，suffer from 因为我是痛苦了。为什么呢 ？Since 引导原因状语从句就因为了。因为 the thing 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he cares for 是后面的定语从句，就是他忠心忠爱的这个东西将会继续下去，人死了我们的事业还会继续下去，这时候呢就不会因为死亡恐惧而痛苦了。斜体字整个是定语从句，里面嵌套了一个 he cares for 定语整个 since 开始到句末是原因状语从句，中间这个 he cares for 是嵌套在原因状语从内部的一个定语从句。好，里边的一些小细节咱们看一看。当然这个 see his life， 这个 see 不是看见，而是看待的，像那 regard 的看待。那么 suffer from 是因为某事痛苦，苦于某事，因为某事痛苦。这个 from 呢，后面这个介词可以去掉，没有这个 from 它也是表示因为某事痛苦啊，这个有某个痛苦的事。我有失眠症， I suffer from insomnia， 也能说 I suffer insomnia， 这个也能讲得通。这个三册第九课飞猫咱们讲过。然后呢，因为某事痛苦，这个结构用主动，但你要换动词就不一定了。你如果换成 afflict， afflict 表示折磨某人，折磨某人，人是宾语，所以人做主语，因为某事痛苦呢，它得用被动，叫 be afflicted by， 或者 be afflicted with， 也是因为某事痛苦，这个得用被动，没办法，建一个记一个就好了。咱们看一些例子，而且精神肉体的痛苦没有限制都行，比如说 he'sAfflicted by 或者 with diabetes， diabetes 是糖尿病啊，这个人因为糖尿病而觉得很痛苦，对吧？或者是 he is afflicted by 或者 with
a sense of inferiority， 他因为自卑感而痛苦。Inferiority 表示自卑，就是劣等感、自卑感而痛苦。因为某事痛苦，这个用被动。还有一些因为某事痛苦，语气更重一些，叫做因为什么什么而痛不欲生的样子。Be wrecked, be tormented, be tortured by 或者 with， 也是因为某事痛苦，这几个语气更重了。后面两个好记 ，torment 和 torture 本来表示用酷刑来折磨某人。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动词，大声点 ，torment， 哎，过去分词是 tormented， 再读第二个，去掉一个字母 d，torture， 本身用酷刑折磨，因为 tor 这个声音和这个字根本身是拧的意思，你看 tor 才拧嘛，撕拧它当然痛苦了。那么这个 rack 呢？我们这种 rack 这个词本来可以表示架子，也超市里的货架，这个叫 racks。它做动词呢，为什么有时痛苦的意思呢？这个做动词本来指古罗马一种拉枝刑具，尼禄时期拉枝刑具，这个人你招还是不招，把四肢往四个方面拉，如果你再不招，把胳膊腿拉掉。所以呢，这酷刑做动词是折磨某人，令某人极端痛苦。用被动，后面用 by 或 with， 就是因为某事痛苦，被什么什么所折磨。看一个例子。God Almighty, where are you when the world is wrecked, or is tormented, or is tortured by war? 全能的上帝啊，那么当世界被战争折磨的时候，您老人家跑到哪儿去了呢？是这么一个，被什么什么所折磨，因为什么什么痛苦。本文中再回到句中，他们将不会因为死亡的恐惧而痛苦了，为什么呢？ Since 因为他钟爱的事情，喜欢的事情将会继续。这个 since 在这翻译因为，但是这个注意，大家要注意 ，since 呢两个词性，它表示做连词的时候呢，可以表示因为，但是 since 注意，它做介词时不能表示因为。我们有同事因为这个事 since this 这个错了，应该说 because of this。since 表示因为只能当连词，它表示介词是自从的意思，所以 since this 是从那以后，这个容易翻译错啊。这个词性不同，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注意啊。如果表示介词的因为呢？有以下几个常见的，你像 by reason of 或者 for 是做连词因为，做介词因为都是它，这个连词介词都可以啊。还有像 because of 大家很熟悉， owing to， due to， on account of 都可以表示因为。我们把这几个大声来读一下， by reason of， for， because of， owing to， due to， 注意后面一个连读， on account of， on account of 连到一块，在里面On account of, on account of, 表示因为，这个 on account of 我们在口语听力口语考试里面常常会用。我们看当年一道听力真题，来听听看，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27.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 Not likel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我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选哪个。Question number 27.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 Not likel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他们这个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看看正确答案。选择 B 选项， She doubts class will be canceled. 她对取消课程这事表示怀疑，她说可能不大可能取消课程吧。选 B 是正确的。为什么选 B？ 咱们看着原文再仔细听一遍。Question number 27.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 Not likel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又是一个 dialogue 对话。第一个男的说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special conference？” 你认为这个史密斯教授会不会因为一些专门的一些会议就取消课程了，就不上课了呢 ？On account of 表示因为，对吧？我们听到一个很清晰的连读 ，on account of， on account of 这么一个。第二个女的是 not likely， 不大可能吧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什么意思呢？当然是她对取消课程事 doubt 表示怀疑了。其实这个咱们蒙也能蒙对，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在对话中谈到老师，一般老师都是好的，很少有说老师不好的。你要是老师不好的话，那学生都不想去美国留学了嘛。所以他不可能因为这么很小的事取消课程。但是我们听懂了，这是更保险更稳妥的 on account of， 就因为。好，这是我们看到了几个做介词的这个因为。注意 since 不行哦， since 一定
表示因为是连词，做介词是自从的意思。但是表示介词的因为，有的时候会把它改造成连词，这在写作中用得多，口语中很少用。什么叫改造成连词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变化。做什么变化？咱们大概看一看。就是介词加名词，再加上同位语从句，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从属连词了。但注意，这个结构一般只用在书面语中，只用在书面语中。咱们看个例子，你像刚才这个 for 介词 ，because of、due to、on account of 等等等等，可以把它改造成连词。比如说 for the reason 加名词的 reason， 后面加 that， 等于做 the reason 的同位语从句了。那 for the reason that 几个词放在一块儿，不就是相当于 because 吗？因为吗？对吧？还叫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那么后面都加上名词的 fact 事实，后面再加同位语从句，不就跟 because 一样了吗？再比如 due to the fact that，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这个跟连词就相当于 because， since， as 这样的连词类似了，对吧？那又同时为什么 for 加 the reason， 后面几个加 the fact 呢？很简单，因为 because of， due to， on account of， 它是没有任何歧义的，只翻译成因为。我们说因为这个原因，从逻辑就略有重复了，所以我们说因为这个事实它没有歧义、但 for 做介词可不一样， for 做介词意思太多了，它最常的意思其实是最常见的意思是为了，说 for the fact， 我还以为是为了这个事实呢，所以它有歧义，只好写 for the reason、咱们说是这么说，用的时候把它背下来就行了，固定搭配背下来就行了、这个结构呢，我们在新概念三册就见过，你看新概念三册第四课阿尔弗雷德布洛格斯的双重生活中就见过类似的句子，他说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white-collar worker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wear a collar and tie to go to work. 对吧？他说，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经常被称为叫白领工人，只不过是因为呢，他们通常穿戴着这个白色的领子和领带去工作。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是不是相当于 simply because 这个结构？当然不见得是原因状语啊，别的状语也一样，比如看让步状语。你像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你就相当于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spite of despite 都是介词，加的 fact 之后再加同位从句，是不是相当于 although 或 though 了，就一样了，对不对？好，比如我们看一看在三册的第五十二课，三册五十二课就 mud is mud， 这个实事求是，就 mud is mud 这个说指香水泥这个说，那他说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ottle is tinted a delicate shade of green。An observant visitor would soon notice that it is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 greasy substance. 尽管这个瓶子被染上了淡绿色这个色泽，但是一个观察力比较强的访客很快就能注意到这里面装着看上去黏糊糊的灰了吧唧的东西。Despite the fact that 就相当于 although 是一样的，但注意这种结构，介词加名词加同位语，一般只用在书面中，口语中对话不要说 despite the fact that。Because of the fact， 一般是不这么说的，书面语可以、好，我们再回到句子里面来。好，我们接着看后面，后面说 since the thing， 因为这个东西 he cares for will continue， he cares for 是定语从句，修饰前面那个 things， 但是这个 care for 要注意翻译了，得翻译成他喜欢他钟爱的这个东西将会继续，不会因为他死亡而消失。 care for 是喜欢，大家可能有更熟悉的 care aboutCare about 就关心在乎或介意，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像 care for， I don't care for it， 对吧？我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但是 I don't care about it， 我才不在乎呢。注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本文中他所钟爱的东西 will continue 将会继续下去，后面进一步说了 and if 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weariness increases the thought of rest will be not unwelcome， 这个句子语法成分做的分析。And 或中间这个黄颜色的就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并且如果怎么样 ，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这可以看到一个插入语结构，这个介词短语做插入语结构，就随着精力的慢慢的衰退 ，decay 咱们第一课讲过，本来表示腐烂，派生意就衰退、衰败，走下坡路，精力慢慢都不行了 ，weariness increases， 疲劳感慢慢增加了。年轻人充满了体力，但老爷子慢慢越来越去，其实没劲儿了，疲劳感增加了。然后从这儿到此为止，这个 if 从就完了。后面主句是 the thought of rest， 就是要休息的这个想法。这个 of rest 后置定语修饰这个 thought 怎么样呢 ？Will be not unwelcome，
这个时候就将不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东西了。这休息就是我要长眠了呗，要死了呗，可能就会这个死亡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好事的。这么一个沉重的肉身慢慢都会用旧了，就像我们这个衣服穿旧了，我把它扔掉换一身新衣服，这个旧衣服可能就不想穿了，这是把旧衣服穿把它扔掉，这个皮囊我们不要了，这时候呢可能就会从容赴死了，是这么一个。这里面主要去注意里面这个 decay 做名词动词都有表示衰退衰败的意思，它本意是腐烂。比如说 Old civilization may fall into decay， 一些旧的文明可能会陷入衰退慢慢衰败，固定搭配就 fall into decay， 就陷入这个状态了，慢慢会 衰退，旧的文明被新文明所取代了。我们在以前说过这个这个 decay 做动词也可以表示衰退衰败，动词名词翻译是一样的。比如说 The power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decaying at the time of Nero， 这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威势，当时的权势到了尼禄时期已经衰退了，处在衰退之中了， was decaying， decay 是动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课讲过这个句子， Each civilization is born， it culminatesAnd it decays， 每一个文明都会诞生，它会达到鼎盛状态，最后都会衰退衰败， decay 是这个意思。我们甚至可以再复习一下达到顶点鼎盛这个动词 culminate， 每一个文明都会像人一样诞生，达到巅峰状态就慢慢会衰退衰败。本文中随着精力慢慢不济，疲劳感慢慢上升，我们要长眠未必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这个事情。Unwelcome 就是不受欢迎的，不想要的。 Unwelcome here means unwanted 或者 undesirable， 不想要的或者讨厌的，我不希望它存在的，这个时候死亡可能是好事情。后面说了 I should wish to die while still at work knowing that others will carry on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and content in the thought that what was possible has been done。 依然先看语法分析，这个前面这个 I should wish to die 是整个句子主句，但我倒希望啊死什么呢？ While still at work， 这个划横线呢当然是时间状语从句了，就当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死掉，我倒希望这样来死。这个 should 不是应该，不是我应该希望，这 should 是表达一种委婉的语气，我倒希望是这样的，我的判断不一定对啊，我倒希望是这样的。往往用 should 表达一种不太成熟的意见，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往往可以用 should，这个一会儿咱们会讲这个数。我倒希望呢在工作期间死掉， while still at work， 想到 while I am still at work， 这 I am 被去掉了。咱们早就讲过状语从句的省略，对吧？状语从句主语跟主句主语统一，状语从句谓语是 be 动词， while I am 的 I 就是这个 I， 后面 am 是 be 动词，所以只剩下 while still at work， 主语跟 be 动词同时省略。这个 knowing 意识到句末可以看作是一个非谓动词当原因状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从 that 开始到句末又是嵌套在这个非谓动词内部的一个宾语从句，所以 know 的宾语啊，知道什么呢？ Others will carry on， 其他人将会继续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这是画横线的部分，就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是嵌套在宾语从句内部的另外一个宾语从句，内层的宾语从句做 carry on 的宾语，这 carry on 就类似于上一句话末尾那个 continue， 就上上句末尾那个 continue， 这个并且 and这 and 呢，并且还怎么，并且我还心满意足了。这个 content 跟前面 knowing 是并列的，并列的非谓动词。content 是形容词，前面还是省略的 being 嘛。第一个是知道这个情况，并且第二个呢，对这个东西很满意。content 前面可以看到 and being content， 这 content 注意是跟 knowing 并列的非谓动词，都是原因状语。那么因为什么而满意呢？ in the thought 在前面我们说过 in the thought 就比相当于 because I think 嘛， in the 加抽象词不是当原因状语来用吗？为什么满意呢？因为我认为什么呢？ that 后面这个 that 从句划横线到句末，理论来说依然是前面名词 thought 它的同位从句，哎，又有这么一个念头，什么念头？这个想法就是that 同位从句里面 what was possible has been done， 这个括号里边的这个 what was possible 当然是这个同位从句的里边的主语从句，他做同位从句里面的主语，对吧？可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因为想到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是解释整个解释为什么我希望在工作之中工作期间死掉，
是这么一个整个复杂的语法结构。下面看个细节，刚才说了这个 should 也往往是表达一种不太成熟的意见，我看了我倒是希望这样。我们再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I should imagine it will take about 3 hours， 我认为可能大概得花3小时左右吧。这个 I should imagine 不能反正我应该去预期预料去推测，在这表示不成熟的意见，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哦，供你参考嘛，是这么。文本中也是这样，我倒是期望是这样的，是这么个情况。这个 while still at work， 咱们讲过状语从句的省略，还记得吗？状语从句主语跟主句主语统一，状语从句谓语是 be 动词，就可以把主语跟 be 动词同时省略了。复习这个句子吧 ：Metals expand when heated and contract when cooled。金属会膨胀，当 heated when 后面是残缺的，省掉什么呢 ？When they are heated， 这个 they 就是主句主语 metals， 后面那个 are 是 be 动词，两个同时去掉了。后面 and contract 会收缩 ，when cooled 省略的是 when they are cooled， 对吧？当然这是时间状语从句，其他状语从句也一样。还记得这句话吗 ？Francis Preston Blair Jr. 就小 FPB 这个人 ，although born in Kentucky, live and practice in Missouri， 尽管出生在肯塔基州，但工作生活工作都在密苏里州。Although 后面省掉什么呢？但是 although he was born， he was 被省掉了，因为这个 he 就是前面主语这个人嘛。后面是 be 动词，两个同时被去掉了，对吧？我们当时曾经说过，只有一个情况，状语从句主语跟主句主语不统一，也能省略主语跟 be 动词，那就状语从句的主语是虚主语 it， 后面是 be 动词，那可以把 it 跟 be 动词去掉，而无论跟主句主语是否统一。再回顾这句话 ：We'll resolve the Taiwan issue with peaceful means whenever possible, with force when necessary。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用和平的方式，在必要时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两个 when 从句都残缺，补充权是什么呢 ？When it is ever possible， 在尽可能 it is， 这 it 呢跟主句主语 we 不统一，但它虚主语 it 后面跟 be 动词去掉了。When necessary， when it is necessary， 这个情况是可以不统一，也能省略的。这是复习。好，再回到句中，当我在工作的期间呢，我倒希望这个时候死掉。Knowing 是因为呢。因为我知道什么呢？其他人将继续 carry on 是继续，相当于刚才的第十一行后面那个 continue 跟这类似啊。继续后面说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就是宾语从句了，继续我不再能做的事 and contend 这个 and 后面 contend 是跟前面 knowing 并列的非谓动词，原因状语怎么说了？可以看作前面省略的 being， 对吧 ？And contend 相当于 and satisfied 这两个形容词能替换，都是满意的，前面可以看作省略的 being。加上 being 以后的 being content 或 being satisfied， 就跟前面那个 knowing 是并列的了。看清，两个都是非谓动词的原因状语了。对，为什么工作死？因为我这个时候很满意啊。什么呢 ？In the thought that 是不是相当于 because I think that？ 因为我认为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对吧？所以呢，这时候心满意足了。In the thought 相当于 because I think。你看，我们再看本文中前面回忆一下，本文中第二行到第三行，回忆去本文中第二行到第三行。Young men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may justify feel bitter in the thought that, in the thought that 什么相当于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被骗走生活必需品了，所以他们感到痛苦是情有可原的。这个 in the thought 跟这里这个 in thought 用法是完全一样吧？只不过一个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有语境嘛，这个主语就很轻松了。好，因为我认为呢，所有那些可能做的都已经完成了，这是我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也希望我在工作中。就死去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没有对任何的死亡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未尽的事业其他人会继续下去，这时候呢我们年老力衰的不如把这个工作留给年轻人继续去完成。这是罗素著名的这个比喻，叫人的生命应该像一条河。当然 How to grow old 如何变老这篇文章的原文在李老师的博客里面有这篇文章的原文，本文中只不过是节选的一个段落。李老师博客同样在百度搜一下李延龙我的名字再加博客两个字，第一个结果就是在置顶的这公告栏里有一个新概念新学员必读，从里面点进去就能找到这篇文章完整的文章。好，我们看多看大师文章，不光是对咱们的语言文字语法句法文法有帮助，甚至能够改变我们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不一样了，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生活质量，
增加我们的思维深度。这样以后写文章不光是能够这个文思如泉涌，语言写得漂亮，而且确实能够写出深度来，多看大师文章有好处。那所以呢，读书要有选择性的读，像那些什么读者呀、青年文摘呀、什么什么少男少女少男版、少年少女少女版、瑞丽女报，那些莺莺燕燕的小的悲欢离合少读，多读什么呢？就是手中这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都是大师文章。好，第十一课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希望大家反复收看，仔细揣摩，把里面的精神吃透，把里面的知识点背下来。好，这个书跟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同学们。